既然隐藏身份没有用，反而会加重我们受到打压的程度，那么我们是否需要走出来，去告知我们的朋辈及亲人，我们在这里。在揭露人权受到政府侵犯的行为，并为受害者争取权益发起的社会运动上，致使我们也存在生存的风险，但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。